我是田木先生，我是田木太太。现在十点了，姑姑终于睡着了。那我们偷偷帮姑姑买了一个这个，这是书架吗？书柜啊，书柜就是我们的书，其实都放在我们这边的柜子里面。那我们是有听说如果把书拿出来放在小孩子容易拿到的地方的话，他可能会对书比较有兴趣。柜子呢，就是要放在他的游戏空间，让他可以随手就拿到书。那我们现在就来准备来拼，然后明天早上看蝈蝈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柜子的反应会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先来拼吧。 OK GO。你要去看说明书，不然你每次都不看说明书就坏掉了。要打开啦！你看，我就说你每次你都不照着那个走。哎、欸，他这个很难哎，他这个还要用接着剂哎，这个有点复杂哦，这个不是那种 IKEA 那种装一装就好，他这个还要用胶水什么。我以为他是几块板子组的。很难吗？应该也还好，就是多了胶水啦。我是怕胶水不知道好不好。应该就是很坚固的意思。会不会做到凌晨？希望12点以前可以完成。认命吧，为了你儿子。好好，不过这木板还蛮沉的啦，应该。哦，真的、哦，我以为是姑姑可能弄一下，然后就倒了这样。应该不会。如果这个组完不错的话，可以推荐给大家。但我们是没有人要找我们业配。对，没有业配。哎、欸，我说的这是圆角。他还怕小朋友撞到。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想说要不要也再多买几个那个，你说防撞条，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我跟你讲，小孩子家怎么没有防撞条最多了？你真的要照着说明书哦，你不要等一下跟我说你少了装一个木头，小朋友东西不能开玩笑。没有啦，有了，可以吗？可以，你去喝红茶，我来组装。那我真的要去了。对，你去喝红茶，你去喝红茶。拜拜，你去喝。哦，完成了！这次没有多螺丝了，啊，黄光光了 ，OK。啊！哇，辛苦了！立起来！完美！11:20，比预期的还快。对，没有到三更半夜。再来，我来放，就是妈妈的工作啦。好，交给你了，我要去洗澡。洗完个澡出来，整个都不一样了。哦，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差很多呢，还加了小毯子，超温馨的，不错不错。你先看，蝈蝈起来会有什么？反应。早安，哥哥。怎么了？看到了。我们下去玩。不过你看这个，哇！对玩具没兴趣啊？说一个一个来嘛。太急了，对不对？你看这里好多玩具，这都是你喜欢，你可以自己拿玩具出来玩。感觉他好像还蛮喜欢的，一直发出那个赞叹的声音，很好奇。好了，让他去。对，他现在完全的爱上了，大成功，耶！
明天见，拜拜。拜拜。